你怎么一天都没出来呢？不用你管。是因为柯胜吗？我也挺难过的。他怎么会是感染者呢？他是不是感染者？什么时候被感染的？这一切都要理清楚。 但是最可怕的，就是青山。青山，他怎么了？好，我告诉你，是柯胜亲口告诉的我，是青山抢走了柯胜的召唤器，他才是。
罪魁祸首。不是这样的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为他辩护啊？他从开始就故意接近我，想要抢走我的拿瓦召唤器，又陷害柯胜，抢走了柯胜的召唤器，把柯胜逼上了绝路。昨天我还亲眼见到他的本尊，看来他还是冷血那帮人的头目。我一定要亲手解决掉这个青山。不，你们不要这样。你为什么要一直在帮他辩护？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我没。你说呀。我没有护着他，我也没有辩护。我。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说呀。我。玲玲，我今天一定要知道，你快跟我说，快说。他。他是什么呀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你说呀！他是我亲哥哥。什么？是我朋友的哥哥。其实啊，今天的事是你误会他了吧？你们两个人见面，好好解释一下，不就好了吗？他是什么？亲生。是我亲哥哥。那个欧克瑟是你哥哥？不不不，其实他不是这样子的人，他以前也是铠甲召唤者，只是后来染上病毒了，所以才这样的。你要相信他，他真的不是这样的人，他有自己的苦衷的，端木。我不要听你说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端木，你要相信我。我是怕你对哥他，我怕你伤害到他。怕我伤害到他？你就不怕他伤害到我？不是这个意思。也对啊，他是你的亲哥哥，我算什么？端木，冷静点。冷静点？你叫我冷静？原来我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去对付那些欧克瑟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秦姐，大海，还有拉面，甚至这个快乐屋，都是假的。马玲玲，你到底是谁啊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我爸爸是天天好集团的老板马天，那个大海真名叫阔海，是我二哥。他是跟爸爸吵架了，所以才来拉面店的。你不要再说了。端木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我是还原事实，不是恶意的，你相信我。马玲玲，从现在开始，端木言不会再相信你任何一句话，一个字。对。
德牧。这里不能待了，我要离开这里，这里太可怕了，我一定要走，我要走。端木，你一定要这样吗？端木，我现在不想看到你，马上给我出去，立刻出去，走。老板，嗯，你记得我吗？哦，是你啊。是，这大白天的，网吧为什么不营业呢？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昨天全市都闹病毒了。病毒？所有电脑都启动不了了。什么病毒这么厉害啊？谁知道啊？你看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八四消毒液，我把所有电脑都消了一遍毒。啊？眼镜兄最近无家可归，能否去你那里住几天？OK， 没问题。耶。眼镜啊，我是端木燕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嗯，坐吧。你跟我想象中的差不多嘛，也戴着一副眼镜。你跟我想的也差不多。女的，那这个是蜡烛，然后那边放衣服，那边是我平时吃的面，这些东西嘛，你就睡这儿吧。不过，你真的不介意吗？段木燕，我只介意两件事：一，出门；二，电脑故障。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你是女生啊。没事啊，网上的朋友都以为我是男的。哎，你这儿可以上网啊？嗯。可是，网吧的电脑全部都瘫痪了。我知道，一个黑客在散播病毒，我已经追踪他有很久了。你是怎么追踪他的？哎，对了，我可以看电视吗？感谢大家对熊猫软件的支持。你看啊，人家病毒的事情都有杀毒软件公司在处理，还瞎凑什么热闹呀？真是的！我不管，谁让我上不了网，我就跟谁没完。感谢大家对熊猫软件的支持。这次是针对恶性病毒的，我们熊猫研发出了一种很好的软件。另外呢，决定免费下载，为期一个礼拜。在这个期间呢，免费下载的用户以后还可以免费升级。希望大家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刘总，现在对黑客的调查有没有什么进展啊？黑客目标已经锁定了。
相信很快就可以配合警方抓到这个黑客。谢谢。眼镜啊，你天天就吃这个呀？怎么了？我觉得挺好吃的。哎，改天啊，给你看看我的手艺。有的吃就行了。你们谁是王家南？我是。我们是南博金属的，我们怀疑你跟散布电脑病毒有关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请带上电脑配合我们工作。眼镜，我陪你一起去吧。端木燕，你怎么来了啊？怎么回事？我也纳闷呢，我朋友怎么就变成黑客了呢？对啊，我怎么可能是黑客呢？哎哎哎，男的女的？我们特侦队的网络技术人员发现病毒是从你的电脑里发出来的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能看一下电脑吗？快点啊啊！我发现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我的电脑被人下了木马，变成了散布电脑病毒的僵尸电脑。真的假的？什么？不信你们看，这条命令是有人将病毒原种传输到我的电脑里。嗯，这样我会找专业的技术人员检查一下。啊，赶紧查，赶紧查啊！总而言之啊，石警官，他真的不可能是放病毒的黑客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还有就是，我一定会帮你抓住这个家伙的。鉴定一下啊。嗯，要是真没什么事儿的话，让他们俩先离开。啊，好。哎，男的女的？警察居然连我都怀疑。哎，好了，石警官都是我老朋友了，没事的。我一定要把他揪出来。出现了，他正在散布病毒。你快查一下他在哪儿。我查一下他的 IP 地址。怎么会在那儿？端木啊，来来来，你这些天跑哪儿去了？你一声不响就走了。是不是玲玲欺负你了？告诉我，我来教训她。秦姐，我这次来是来调查一桩案子的，有人在利用你店里的网络散布病毒。什么病毒啊？妈，是电脑病毒。嗯，刚才你有没有发现有人用笔记本或者是手机在上网吗？哦，有一个坐在那里，然后用笔记本电脑上网，还向我问了无线密码。秦姐，那你还记得他长得是什么样子？他戴着鸭舌帽，具体的我看不清楚，不过他钱包里有一张名片，上面写着什么软件公司。哎，是不是熊猫杀毒软件公司？哎，我也不知道。秦姐，谢谢你了。端木，你一定要这样吗？让我帮你好吗？不用了，再次谢谢你。哎，端木啊，喂，你找哪位啊？我想进去看看。这里不让参观，有预约吗？没有约啊。没有约，你还是走吧。好吧。嗯，走吧。
喂，眼镜。黑客又在传播病毒了，城市的网络都瘫痪了。没错，我也觉得这个软件公司肯定有问题。这样子吧，我去通知石警官，你再在网上查一下吧。嗯，知道了。燕之男王，你太多事了。你除非把我亮档，否则你们永远不会得手，尤其是你这个受惊受面的欧克瑟。你终于看清我了。这慈纳米，警察就要来了，还打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一定要亲手解决你，彼此，彼此。我想，我们还是不要见面比较好。我讨厌你。十分钟前，我已经在网上和这个黑客较量过了。这个黑客不是等闲之辈呀。现在我要为集团拿回纳瓦和托纳多种火机。你们俩非要这样打吗？一定要打到端木叶。今天还有五把火机。我带着钥匙自行准备出发 ，Go！ 我打击推翻天空。